行道这里有一只大虫在叫，我们过去找一下。好像在这里。哪儿的还不好看，我看到它了，在这儿，给它抓住，逮到了，看好大一只，拿回去明天给小鸟加餐。看一下咱们家的蓝雀在这里晒太阳，哇，太漂亮了。最近处于换毛期，脑袋上面秃了一块，感觉所有的小鸟都喜欢晒太阳，趴在这儿就不动了，都是这个造型，摸着都不动。感觉它的羽毛都晒烫了，不会中暑吧？这样换了个地方又接着晒，拿出我们昨天晚上抓的这个大虫子，看一下这是啥，这来来来，帮你把盖子打开，它要洗澡了。哎呀，展开一点，等它洗完澡再给它吃。来来，下来。以为它要洗澡，结果站在盆边又开始晒太阳，就在玩水了。身上都是烫的，吃虫子，给你打开，这，哎，出来了，对，快，哇，速度好快，差点飞走了，被它一下就给抓住了，蓝雀的战斗力太强了。他首先就是把他那个大腿给他吓了，现在这个虫子没有什么抵抗力了。看人家蓝雀吃虫子多专业，用爪子按着撕着吃，其他的小鸟感觉就是整吞的那一种。突然一辆车路过，把它吓着飞到树上去了。这样，在这上面，
这么快就吃完了，来下来下来。给你吃了。